Dòng gừng không lấy em lấy chồng xa, chồng xa em khó mà hợp về.着新的生活，希望你今后的幸福有一牛车。我着要做人的媳妇，做人的妈妈。你对我的定义，我一定拢知影。我嘛永远是你心爱的查某仔，我嘛会将你的爱传予我的囡仔。相信阿嬷会牵阿母的手睏，是真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鬼会甲阿嬷骗人乱讲。为什么你拢讲我骗你？因为你啥物讲唔捌，你还是赶紧去上课，读一寡书，莫伫遐遐规工编故事。我全都希望嘉玲讲的是真的，嘛希望阿母莫阁予人骂，嘛莫阁下气啊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秘密。你搁知影啥？我知影阿母犯规的时阵，拢甲谁讲话，我有听着。甲谁？甲那个神路。啊！我想起来啊，刷刷去啊。台北哦，啥物拢有。吃的啊，耍的啊，拢有哦。啊，阮同学就带我去大观戏院看电影，叫做《六才子西厢记》。你去台北哦，啊，啥物物件都还袂学着，先学了耍啦。无法度啊，我是阿妈的孙啊，当然爱看戏，这是遗传啊。别讲哦，就讲一寡有意义的代志。爸爸哦，问恁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独木桥吼，啊，即届敢那会当一个人过？啊，这个时阵哦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吼为迄边行过来，啊，一个吼为这边行过来，啊，这两个人哦，拢足着急是要过桥的，啊，不过这两个人哦，拢无要相让啦，啊，这个时阵会安怎？先来先过。啊，若是同齐到嘞，会安怎？走到桥中来比相扑，看谁靠啦，甲另外一个扫去。敢那知影用蛮力啦。阿嘉玲，你咧？我唔知，等因甲看谁着。好办法。阿姨两个身躯吼，拢无扎起啦。只好找一个公证人来，伊讲谁先过就是谁。迄个所在吼，真偏僻，无其他的人啊。
底是安怎？你家己哦，慢慢仔去想啦。啊，以后吼，你一定要拄到这款的代志，好。什么人来甲我斗三工？建志啊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，叫过，叫过。来，较细字哦，唔通去磕着呢。我知，我知。阿爸，啊，你去倒位啊？搬这么侪金蕉来啊？啊，煞唔知哦。迄好伯啊，我去甲因看迄毛阿婆的风水啦。啊，结果哦，因迄个孙哦，高中去考着哦第一等的学校啦，啊，毋则送我这么侪的这个金蕉。来来来，大家吃金蕉，吼，吃金蕉。哎，来来。这是啊，公司的金蕉呢，好食。红红啊。阿爸。迄金蕉吼，摕一半当互亲家请，毋食啦。阿爸。啊！你要予红毛顶后头厝哦。啊，等下见地啊吼，咱伫放一粒假，应该带倒去外公外妈看卖的啊。好，好，好，真好呢。好，好食哦。阿爸，先坐啦。好。哦，骨头骨要酥哩。放开啊！哎呦，来来来。一人一半。无爱。还是拢互你。拢无爱，有你。你搁会晓细汉又大汉。你真巧诶。这就是啊啦，嘉玲啊，你找到答案嘛？是啥物答案？吴老弟啊！哎，宋大哥，唐馆长，吴大哥，好久不见！哎呀，来给这个老爷请安了，给老太爷请安。哎呀，一起吃香蕉了。好好好，没错。哎哎哎，建志从台北回来了，哎呦，长大了啊！哎呀，不错啊，都是的啊。走走走。这刚我们正要告辞，这怎么特别拿一山东大饼来给你们吃啊？他做的，这里面没有铜板，哎，也没有再加辣椒了啊。啊，这赶紧就要走，我是听到恁来吼，我才落来呢。啊，那位先生。不是真好唱戏，啊，伊也袂晓唱歌戏啊。我知啦，人伊唱的吼是大陆戏，真好听呢。啊，敢袂用阁唱一摆哈？我姨阿说吼，他想要听黄头章唱戏啦。我姨阿就是爱听戏啦。姨阿。啊，你敢听有啊？我听有啊。人伊吼唱迄是感情戏，我当然嘛听有。老婆啊，你听捌了？嗯，来，阿嬷有一个买茶要问你。有一座独木桥啊，一摆吼，甲咱行过一个人。有一回啊，
有两个同时要过桥，一个伫咧桥的这边，啊，一个伫咧桥的那边。两个拢要过桥，不过两个拢无要相让，安尼要安怎？我唔知呢。哎呦，你阁足老实哦！阿嬷细汉的时阵嘛唔知呢。咱人啊，要大汉，就要经过事事行行的磨练，才学晓人情世事。阿嬷。搁讲一个故事好无？好啊，讲一个啥物呢？阿妈想看卖。哦，后来阿妈就大汉啊，大汉了后，又搁去拄着一个妹。大姐。你的灯头怎嘞？大姐，嗯，我准备好啊，会用去啊。等我一下哦，念麦好。啊，你嘛足奇怪，厝的都好好，哪要带到学校啦？玉芬是我的好朋友，而且伊为着要甲我诱开，才会互车弄着。我当然爱照顾伊啊。啊，你毋是讲已经精神啊？应该好啊，差不多啊吧。精神也无算全好，我爱看伊会用起床去学校才用的。嘉玲，想袂到你阁这么有责任感。啊，毋过。我出去住，上甘的就是大姐的头鬃。暗时睏，若是有大姐的头鬃，安尼用一下面的，好舒服，真紧就睏去啊。你嘛会当留长啊？我无啊，我涂下水，涂下洗头，水压在面顶悬，拢袂用喘气，用你的就好了。好了，来，来当来走。到啊，搁摆落来。干那载到遮啊？头前的路才细条着，若是无拄好，咱两个跋落水内底嘞。唔爱跋落水水内底，我会惊，足恐怖的。客客拢无看路，才危险吧？啊，不过足恐怖的啊！好啊啦，已经到啊啦，也足八斤啊啦，啊！这么紧啊？啊，你这么惊水，啊，你等下回来，啥物陪你行？文庆哥哥啊！好啦，来。文庆哥哥。哎，你来啊！那呢，我先来等啊。哎，不，你来坐一下。免啦，我刚回去做啥，啊，我小妹就麻烦你照顾啊，来乖你，好。阿姐的头髪，文庆哥哥，
文庆哥哥。是安怎？你头拄仔甲阮阿姊讲话，嘴子一直拍架。嘉玲，你来啊！阿母你好。嘉玲，阿母，这是阮阿母买给你的。啊，李大鹏哦，哦，你妈妈吼实在有够用心的啦。顶边我甲伊讲过一届，伊就知影我爱食这啊。你妈妈遐尔够做人吼，以后恁家的姊妹啊吼，一定是大家小唱要滴的啦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哦，大家拢嘛知影，迄查某囝吼是妈妈嫁出来，一定会参像妈妈的啦。这吼你唔免烦恼啦，以后留迄媒人婆仔去烦恼就好啊。因要收红包钱吼，一定会照顾来按恁家走的啦。啊，玉芬有较好无？哦，有啦，进步真多啊。阿姊妈在困啊。为什么？伊落考几一名？为什么伊袂当毕业？伊拢一直去做工，请假请伤多。顶礼拜，伊硬要来学校考毕业考，无去工厂。回去的时阵，阁予因阿母拍。啊？为什么伊的成绩遮尼好，煞要去工厂做工？玉芬，你看谁来看你？玫瑰，玫瑰，你来哦、喔！阮拄好在讲着你诶，你诶头毛哪会加遮尔短啊？无好看，我喜欢你原本诶长头发。我嘛帮我改啦，伊讲毕业了要去做工课啊，短头发较好做代志。你无要甲阮做伙考初中哦？伊叫我去一面社会做工友。做工友，足辛苦的吼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去甲你妈妈讲看卖，叫伊哦，互你继续读书。我要趁钱出来再用啦。玉芬，你敢有较好？安尼就好，那安尼我先来去啊。哈？哪会遐尼紧？工厂袂用伫倒啦。阿贵啊，来来来，这吼绿豆椪吼，包一个去吃啦，是嘉玲伊妈妈买的，一定真好吃的。多谢，安尼我先来去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吼。我掉路啊，只能行这啊。再见，再见。真正最勇敢的。玫瑰袂用个甲咱做伙考初中，足可惜。就是啊，咱三个人即马就剩两个啊，你爱赶紧好起来。人爱一直做伙，啥拢袂用个变。嗯，打勾勾。别惊啦，今日就过啊吼，坐好稳哦。伊稳过啊，目睭会当拨开啊。
走。干妈店去倒位啊？哎，哪边去啦？我一定是去恁家待伤久，阮家才无去啊。这无可能啦！你先别艰苦，阮去问看就知影。好，行行。嘉玲，李记。哦，钟胜回来啊，去别人家住这么久。我叫是讲，恁搬厝袂记得叫我。狂囡仔，这哪有可能？咱家唔写过伫遮。这是啥？这哦，我嘛唔知影要怎讲呢。这唔是地点嘛？啊，哎呦！开店就是让人啉茶开讲的所在啦。干吗店嘞？想起来啊，即卖偌济？哪会改成安尼？就这附近哦，干吗店是愈开愈多，阿母是感觉生意愈来愈歹做，大姐想要改做袂使的店。啊，不过阿母惊伊只拄位在红板皮啊，尔一开始可能无啥生意，所以就先开这个店。一方面。会当替大姐招人客，一方面嘛会当加减赚一寡钱啊。安尼，敢有人客啊？有哦，即马是时间还够早，下晡的时阵，就是眷村的军人拢来遮领地开讲，生意足好诶。可能是咱大姐生了水的关系啦。大姐，我来上班了。谢你哦。文庆哥哥，文庆哥哥，啊？我已经到厝啊，多谢你载我回来。哦，迄无啥。安尼，我先走。多谢呢。谢你哦。文庆哥哥讲话哪会大只？对啊。平常时拢袂呢。哦，平常时袂，看到大姐就会啊。阿母过去等你还好，要用啊。对哦。厝的哪会改干呢？谁叫你弟弟住别人家，拢袂回来。拢要做别人的囡仔啦，安尼足趣味啊！你伫遮添衫，啊，搁有人客会来遮啉茶。哈哈哈！美女啊，哎，不是，王叔叔，哎，嘉玲，别怕，我房头张叔叔，张叔叔好，好。带几个朋友来捧我茶啊！今天喝什么茶呢？那个龙井。龙。不晓得啊，没关系。那你拿那个铁观音好了啊，再来一点这个瓜子儿、花生米啊。好。看什么呀你？
这老家还有老婆的人，你看，开玩笑。怎么样，这地方不错啊？哎，不错。这老宋要在，就更热闹了啊。说的是，他没来，你就是主角啊。什么？我是主角啊？啊，我怎么可能主角？主角是那个拉琴的。哎，琴师什么时候到啊？不晓得呀，说接待外宾去了，先去等会儿就来了。哎，我先吊个嗓子好了啊！一、一、一、二、啊！哎呀，谢谢啊！哎，贾玲，你别站着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好，坐大位，待会儿啊，看好戏啊！啊！王队长，那张叔叔那个皮鞋啥呀？这茶味好啊，咱们回老家以后啊，嘿呀，绝对想念这个茶的味道。我不信。来来来来来啊，什么茶这么好，也让我尝一口吧。哎哎，秦师来了，就等你了。来晚了，包涵，多包涵。坐坐坐坐。哎，要罚罚一杯茶。哎，罚一杯茶。哎，好，谢了，谢谢啊。这我朋友老开的店，这是他女儿。今儿想唱什么？别急嘛，你先喝口茶嘛。啊，喝口茶，喘个气儿。嗯。香，不错吧？我这边认识这个老板娘啊，是个好人啊，不计成本的敬好茶，哪像俺们那联谊社，全是茶渣子，你看。说的也是。好啊，有精神了，来吧。好，俺们唱个《打金砖》，怎么样？汗流秀。好啊，你这不是想一鸣惊人吗？你那当然啊，我就来了啊！一呀，来！哎呀！别咳嗽了，赶快唱了你。不行嘛，你昨天喝高粱喝太多了嘛，你这嗓子不痛快。要不我降调？不要，你唱原调了，我原调。来啊！不唱了，你来个小曲好了。哎，这嗓子不行了，这样。那我就先给各位献丑一曲了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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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你了，没事你拉这么白的调子，你干什么嘛你？
对不起，把气氛弄拧了。你去给人赔不是，快快快，去给人赔不是。是是是，去，去。小姐，对不起，不是有意把您弄哭的。其实很好听。显然这位小姐是个知音呢、啊。没有，我听不懂。会落泪就是懂。哎呀，算，好了，别弄得那么悲伤。想讲用快乐的方式想讲嘛你。赶紧来坐，赶紧这么着，咱们呢唱一段这个《龙凤呈祥》里面的洞房，你跟我，咱们俩一块儿啊。哎，行，好不好？是。官人，哎呀，好，来眼镜。啊，你吃到先啊？伫个玉芬岛嘛是常在吃。你会当逐天吃到这哦？迄是因为你住伫个公山呢。若是足早以前，连皇帝吼。拢真罕咧食会着哦。爸爸问恁啦，啊恁知影这为虾米叫做龙眼无？唔知吼。爸爸甲恁讲，有人讲耍笑啦，讲这吼是要送予天龙皇帝食的水果，所以吼叫做龙眼啦。啊，这龙眼吼，敢若南方才有哦，啊皇帝要食，就为南方哦。哎，在，送去北边去啦！啊，皇帝才食会着啊！啊，不过皇帝就想讲吼，吼，我食一个水果，那这么麻烦啦，归去啦，派人哦去南方挖一百丛的树啊，龙眼树哦，送去北边去种。啊，结果呢，那气候不对，啊，土壤哦也不合啦，啊，一百丛的树啊，无一丛活落来。啊，皇帝就足受气的啊，伊就甲迄种树的人。刺史，啊，刺史是刺史啊，啊，问题还未解决啊。皇帝哦，也是想要吃迄龙眼，啊，变安怎？搁去南方，派人去南方哦，载足济龙眼啊，搁咧送去北平去，安尼南北奔波，千里迢迢啊，啊，路的哦，足济毒蛇，啊，野兽，啊，加料啊，啊，有足济人哦，啊，都受伤啊，啊，嘛人死去。有人看不下去啊，都上书劝诫皇帝啦，就讲皇上，请你不要再吃龙眼啦。啊，皇帝就想讲，哎，嘛对啦，为着家己的口腹之欲吼，啊，让这么多人受伤，啊，个人死去。好啦，归去啊，卖食啦。爱讲的时阵哦，你心内足唔甘的呢，啊是哪讲哦，啊七嘴烂啦。啊，即马知影这龙眼吼，真罕咧食会着啊吼。嗯。哎，食。爸爸，你知影遮侪故事，那安尼，你敢知影龙凤呈祥？龙凤呈祥哦，毋捌听过呢。是评剧。评剧哦。哦。应该是咧讲谈恋爱故事啦，啊，个个有机会，你当问宋伯伯也是张叔叔啊。啊，碧云，啊，你店的工课遮尔多，我叫桂霞去来斗三工好不好？嗯，袂用的啦，我即卖咧学美容，我无时间啦。对啊，无紧啦，我一个人用的啦。你好啊，哦。嗯。爸爸，
你敢会用个搁讲一个故事？搁讲一个故事哦。我搁讲一个日本的养老瀑布啦，这是一个小感动天的故事哦。别听无，别听哦。好啊好啊。爸爸先吃一下冷饮。大姐，你哪会唔听爸讲故事？我即摆已经唔是听故事的年岁啊啦。那安尼，你的年岁爱做啥？我知你已经是大人啊。你哪会阁歹去睏？我伫等你陪我睏啊。好啦，你先去哩，阿姊等着起，好。嗯。头像就参像瀑布，乌色的养老瀑布。热天人会领袂热哦？嗯，我佮意啊。大姐，你的头像敢会一直安尼留长？嗯，真正袂佮？除非有甚物理由吧。什么理由？我嘛唔知咧。一个解答一切的理由。卖家，拢卖家，大姊永远拢爱参像即马安尼，卖变。你好，方头章他们还没到。哦，他们还没来。哇，那是我来早了。要喝什么茶吗？和上回一样。嗯。王大哥好。哎，你好。想听什么曲儿？我拉给你们听。我真的不懂。不懂啊？那啊，再一首，还有还有，马叫声。哎，再来一个鸟叫声。你好吗？
来胡琴不只会哭嘛。嗯，这琴啊就跟人一样，什么声音啊，什么表情啊，都可以表现得出来。那就快乐一点啊。现在就是啊。才刚到，老师来这么早啊？啊，张叔叔好，来，哎呀，这么早就来了，刚到，我来。哦，不用，这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以后都是超客了，你就让他来吧，啊。这是招待的。哎呦，这包子谁包的？妈妈包的，姐姐也有包。多跟你妈妈学啊，你妈妈那真是一等一的贤惠，做人又好，是吧？对我们这些外甥郎啊，哎，特别的照顾，你知道吗？每年过年找我跟老宋到他们家去吃团圆饭，真是好人呀！来，吃，替我问候你妈妈啊！吃，吃完了以后立马山西去盖去，这车放心。来，老陈啊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饿，你们先用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带来，没必要做梦姐。这故事要安怎念嘛？优婆塞优婆夷，优婆塞优婆夷。嗯，好，谢谢嘞，你真正听有呢。好，谢谢，你带来啊。这样，你甲你朋友做一只，唔免啦。好啦，多谢你啦，谢谢哦。多谢。玉芬，这好哩，多谢。咱来去遐食。嗯。我真正足爱甲恁阿母来食，阮阿母哦足爱来诶，做啥物代志拢要问神明，像今仔日就是问阮大兄甲恁大姐诶代志啊。为啥物？阮阿兄甲恁大姐，你毋知哦？敢有？阮妈妈哦足爱恁大姐诶，但阮阿兄。娶到恁大弟，咱就比同学较亲啊呢。那安尼，咱两个就应该永远做伙啊。嗯。那安尼，咱两个爱叫啥？嗯，亲家母。真的啊假？我嘛唔知呢。等恁阿兄娶阮大弟。我就要搁较常住恁家，我甲伊甲阮大姐做伙睏。哦，哪有安尼啦？为啥物袂呢？今仔日吼，我带家庭转去啦，顺便吼有代志，甲伊妈妈参详一下。搁住一天啦，好不？我嘛足想的啊，啊，不过已经住足侪天啊，嘛是爱转去厝内看一下，真紧就会过来啊。嗯，等你哦。啊，我袂记摕我的器皿啊。归去吼，替家庭囥一支点食啦，省得安尼炸来炸去。妈，我入去看麦者。好，
看两支啦，搁有嘉玲伊姐姐啊。哦，你又搁知影哦？哦，鬼头鬼脑。恁在讲，我拢有在听啦。嘉玲。我是要请你替我将这张批交你阿姐啊。多谢阿姐。这是要给恁大姐的啦。哦。嗯，用的。真乖，真乖。哦，你每一个查某囝哦，拢教甲你同款好呢。你唔甘嫌啦？阿娇啊，这吼是上好的鼓励人生啦，是朋友吼按韩国炸转来。啊，这啊尔啊贵重，你摕转去啦。哎，你有啥物好诶物件，拢会给我。啊，我有好诶，当然嘛会想着你啦。这，阮爷吼无伫诶啊，啊，遮尔好诶补品吼。也拍算啦，你炸蛋，炸蛋吼！啊，无互恁大查某囝食啦。你看，伊生做遐尔啊水，啊，毋过吼有淡薄仔瘦啦，互伊补补的，气色会加较好啦，吼。哎，即摆吼，打开始学裁缝啦，想讲吼加穿两领衫，趁一寡钱啦，所以穿较暗，面色较歹。哎呦，伊无需要遐辛苦啦，家己找一个好的对象。伊连过会晓日子啊啦！啊，家人嘛是爱做代志啊，啊你嘛知影厝内底代志是袂少呢。迄都爱看伊嫁予谁啊？你有偌久毋捌看到海？你有偌深的思念，无人知？你有我想要听到阿爸的谅解，你有偌济的心事想要予因知。甘也有藏在心内。